看完了这一课的阅读策略之后，紧接着我们要进到我们的课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课的第一段。How far can machines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How far 在这里呢？它指的是距离上面的长度，意思是多远的意思。所以这一句的意思是机器跟技术呢，能够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What possible dangers could this progress pose to our lives？这项进步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的危险？在这个句子当中，有一个片语，请各位同学把它画起来。好，是 pose dangers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好，所以在这里呢，各位同学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的 to 后面接的是 our lives。好，所以这个 to 啊，它事实上是一个介系词的 to 哦，指的是为什么造成危险。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进步呢，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的危险呢？Ever since the ter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 first used in the 1950s，那自从1950年代首次使用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词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各位同学。1950s 啊，它指的就是1950 to 1959，好，指的是从1950年到1959年。OK，那这个词呢，自从1950年代呢，好，它就首次的被使用，to refer to。好，各位同学可以把这个片语画起来。refer to 呢，后面我要加的是一个名词哦。我们可以从后面这里可以看得到，the science 它就是一个名词，所以这个 to 呢，它是一个介系词的 to 哦。refer to 这个片语的意思指的是 OK。那这样子的一个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好，这个词呢，它指的是什么？The science 它指的是一种科学，好，什么样的科学呢？Of making machines think and act like humans，好，这样的科学呢，是让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的思考以及呢行动。那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这里的 make 的用法，好，它是一个使役动词，make 后面我加了受词，加了受词补语。那如果受词跟受词补语之间，好的关系是主动的话呢，好，我就可以用原形来表示，好，意思指的是使什么做什么，好，所以这里指的是使机器可以去思考以及采取行动。OK，那在这边呢，act like，好，这个词的搭配的用法，like 是像的意思，所以 act like 指的是举止行为像。那在这句子里面呢，好，让机器呢举止行为像什么？像人类。OK，people have been wondering，人们呢就一直在思考，if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might have mor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impacts on our lives。那在这边呢，the development of something 指的是某事物的发展。那人们一直呢就在思考了什么的发展？好，这种人工智慧科技的发展呢，可能会为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more negative，好，更多负面的影响。好，跟什么相比？positive impacts，好，跟正面的影响比起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好，是否呢？人工智慧的技术呢，对我们的生活呢，产生更多负面的影响。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把 have impacts on 把它画起来，是一个片语哦，指的是对什么产生影响。那在跟 impact 中间呢，你事实上可以加入形容词。那如果有正面的影响，你就可以用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那如果是负面，你可以用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那这边呢，特别补充一下哦，impact 是影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片语里面呢，我也可以把这个 impact 呢替换成什么？你可以换成 influence 或是 effect，好，指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好，对什么产生影响？再来最后一句，however。语气转折了。然而，instead of being overly concerned about the possible threats of AI，好，人们不应该过度的担心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威胁。我们在这里看到，instead of 后面呢，我要加名词或是 VING。那在这个句子里面，我们加的是 VING，好，指的是并非的意思。
那这个片语呢，你可以变成 rather than，你也可以变成 rather than being overly concerned about。好，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交替的使用哦。后面有一个片语哦，叫做 be concerned about，指的是对什么感到担忧。好，所以呢，我们不要过度的担忧，担忧什么？The possible threats of AI，人工智慧的可能的威胁。那在这边有个搭配的用法，the threats of，后面你可以加一个名词，指的是什么的威胁。Peopl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capabilities。人们更应该呢集中注意于好这个人工智慧它的能力。那在这边呢，有一个片语哦，pay attention to，这个 to 是一个介系词的 to，所以后面我要加一个名词哦，意思指的是集中注意于。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呢注意呢这个人工智慧它的能力，它的能力可以做什么样的事？To support education and business，好，可以支持我们的教育以及商业。那在看完了第一段之后呢，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前面的部分哦。所以看完这一段呢，各位同学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the first paragraph mentions people's concerns about AI。那第一段呢提到呢，人们呢对于人工智慧的担忧。Since its first introduction，那自从呢这个 AI 呢的推出之后。人们就很担忧，and states the author's belief。那在第一段当中呢，也说明呢，好，作者他的观点。那他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地方，that AI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ducation and business。好，那作者认为呢，人工智慧呢，对于教育呢，跟商业上面呢，事实上是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所以呢，各位同学在第一段的部分呢，好，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呢，好，作者他的观点跟立场是什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部分哦，好，有个 discourse focus，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问题哦。Which phrase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of AI in the first paragraph？在第一段的部分呢，哪一个片语呢？好，事实上它带出了好对于人工智慧的定义。那各位同学有找到答案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第一次提到人工智慧呢，事实上是在这里，对不对？OK，那是哪一个片语呢？大家有找到了吗？好，答案就是 refer to，对不对？好，那进一步的说明，对不对？好，或是换句话说，好，什么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好，所以各位同学呢，就可以把你的答案呢写上来。好，所以它使用的片语呢，就是 refer to。好，那我们就讲解完了第一段。